比特犬是很危险的狗吗？为什么有很多网友说要将这种狗人道毁灭？首先，比特犬的确是一种斗犬，对于同类的话，战斗力是非常强悍的，攻击性也是非常强的。从数据上来看，其实小型犬伤人的概率会更多一点。由于体型原因，小型犬天生就缺乏安全感，很容易敏感，被动攻击。当然，小型犬伤人后果往往不是很严重，但是比特犬这种狗咬人的概率确实是不大的。但是比特犬这种狗啊，它有一个特性，一旦发动进攻的时候，哪怕你拿铁棍去敲它，都很难让它松口，只有专业的拆狗人士才能将它拆开。所以比特犬虽然一般是不咬人的，咬人的概率极低，但是一旦发生攻击人的情况，那后果往往会非常严重。所以大家玩比特犬的时候，一定要去问一下这只狗的父母，它有没有出现过咬人攻击人的倾向。咬人的性格往往是会遗传下去的，如果自己养的比特犬一旦出现攻击人的情况，千万不要手软，直接人道毁灭。